你这样这样啊，对啊，好奇怪哦。这样就一定得开图。这样子到时候一定会有人会玩一招，说现在每个人捞给你一张桶放出来看看。对对对对，一定会有人这样子，然后呢就会被识破了。对啊，这里为什么会有那个传送息传送到那个的？一直都有，红姐的那个一直都有。是，嗯，那边一点一次蹲下可以过半砖哦。哇，半砖哦，可以吗？就是可能是 1.5 格的高度，你就可以钻进去了。现、哦、现在来试坐，我以为是 0.5 格哎、欸，好坐，坐啊坐啊坐啊，感觉很爽。看看，因为 1.14 那个蹲下就真的还蛮有感的，跟之前来比的话。好了，放这边，好了，放这边。就是你每次要在、要在箱子旁边加。哦哦哦哦哦、好了，你们可以死了。可以塞头顶吗？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打他们吗？你是说完全就是这样，然后他们只能蹲着走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们就靠近不过来啊！啊！然后用蹲的，然后泱泱来看了，放开心不要看啊！他会觉得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半砖，很奇怪。他说他们在玩半砖呢、欸，你他好奇怪哦，他们互相丢半砖呢、欸。给你，你为什么不用石头的、啊？我看到他们了，我看到了，木头没有用啊。你们其实基本上是在同一条，哎、欸，哦，很大声哎、欸，其他方向不同线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应该你走前、哦？你说怕杜鱼咬你吗？可是你的自身装备杜鱼咬不痛你啊。哎、嗯欸，不对哎、欸，我们有同队伤害，就算我在后面拿弓箭也没有用哦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会先捅到前面。这是我最期待的、啊，会射到后面，你将剑法什么的。对，哎，杜鱼，等一下，杜鱼，杜鱼，挥下去，团团挥下去，不用顾虑，我打，不用顾虑，挥下去，哎，我打了，为什么我要挥他？因为他已经蓄势待发，不用顾虑，挥下去就对，打他就对了，砍他就对了，剩下的，剩下的，哎，他们巧克力看到巧克力了，剩下这边团练球，小鱼讲了，我看到了，嗯，夸。一跨麦，他们还很远，因为他们在很下面。他是不是又想收集安全区的边边呢？他们在底下吗？他这是想收集底下哎、欸，要往下吗？哇哇哇哇，好多只哦、喔，多只杜鱼，好多只哦、喔，就往下，就往下。不要被，反正我们也不能干嘛、啊，不是，就只能直接去找他们玩。哇，安全区外，我们直接走吧，走吧，把他们也绕过来。嗯，还在打赌。我们走位置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旁边就是边界，我们左边就是边界，所以等一下往这个方向挖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可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直接跑起来吧。他们现在乱跑，他们应该有看到你们。哎、欸，好，这边开始往这边挖吧。嗯，好多绿宝石哦，这边。对啊，再收集7颗嘛。再七颗啊！也太容易了。结果！哎呦，我退了。拜拜！又遇到什么、啊？很多杜鱼，杜鱼，我以为又有杜鱼，吓死我了。杜鱼比较痛，还是中介蛮比较痛啊？就好险，我看下面。看下面干嘛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嘟嘟噜！他们在这片水的下面。他们在玩自己掉下来的水，在那边游泳啊！我想说，游上来，你们中间隔着一片海。真的下的海，真的、喔，他们要淹死了。他们就是汉堡上面的面包跟下面的面包的距离。哦，被哇哇哇哇哇，跳起来太强了，很刺激，他们很刺激。哦，还黄金射到对方了啦！哎、欸，怎么办啊？这里哇，我看一下你啊，两个互射的不好玩。阿基要演了，你们可以往、往上一点。哎、欸，第三只出来，第三只要淹死了，参战。他自己射自己呀、啊！阿金你死了！阿金你死了！阿金淹死了！他怎么会溺死？我觉得他们在水那边，他在水里面，他们太早出来，外面都是怪，全部都是怪。可是你们这边上去也都是怪。你们现在二打二，哈基死了，实在是有点笨笨。不行啊，二打二也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有点难啊。最强的装备都在他身上哎、欸。你说哈基啊？对啊，不是，我觉得我们要被边界压死了。赶快，你就赶快挖努力哈基的东西。你们看要不要就先卡在石头里面？快到了，
对，到外面了吗？我出不去，我出不去。可以用外面游泳啊，游泳啊，游泳啊！这边是还好，可是我看前面都是一个大毒，大毒窟，超毒。哎喵，哎呀，要被打，要被打！哎，喵喵，喵，太巧了吧？啊，怎么在这里啊？喵，在这边。对啊，为什么就在这里？哦，游过来了，打他一下，打他一下。让我先吸呼吸一下，我先呼吸一下，呼吸一下，吸一口气再继续。好，后面有蜘蛛。要打喵哈，剩一滴。旁边旁边。好，喵哈死了。巧克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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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一下。哎，小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。要死，那你等一下。云月靠你啊！不要让他呼吸，不要让他呼吸，不要让他呼吸。呼吸到了，他呼吸到了。后面有蜘蛛，后面有蜘蛛。哇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哇！你来赢了！操派头！电影了！电影了！团团是叛徒王，叛徒王，叛徒王，摸一下叛徒王，叛徒王，摸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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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多只，好多只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摸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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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怎么躲啊？好，什么绿绿桃啊？啊，上去！哎、欸，然、哦、后他们还在下面，他们在下面、啊，我没办法上上面一楼啊，下去吧。然、啊、下去吗？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走吧，可以。下来啦，下来啦，上去啦，上去啦。哈哈哈哈哈！下来啦，背叛者获胜。强啦！我们这里面啊，肯定也是背叛。哈基直接溺死，因为我们那边洞窟出来还要回头，然后重点是因为洞窟出来就是那个水里，要回头，然后重点是回头那里一堆怪，超多怪，然后哈基溺死，正喵哈喵哈说：“我没盾，我想说天啊，我没盾。”知道我没有盾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一队真的太奇怪了，我不想靠近任何人。不是后来汇合的时候你没盾，你要说啊？我已经忘记这个事情了，完全忘记这个事情了。还这么明显的挡在左下角，我们还想说，哎呦，三打二还有优势，还有优势。结果他一个人，结果他就溺死啊！然后水里有十人杀了。他们一出来，两只窟窿跳下去，最惨，可怕！全套黄金装，突击部队。我没想到你们也选择挖出来。嗯，哦，因为那我们不挖出来会被压死，边界就过来了。我刚也是这个状况，太靠你们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啦。啊，因为那个金镐其实挖蛮快的。嗯，他们在漱口。没错，一开始是尔虞我诈，哎，真的。我们今天刚开始和平，哎，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巧克力。我们完全各自分开来，二二一走。哇塞，是哦，我觉得我们太和平了。我一靠近江江，巧克力就说这危险呐，然后就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这砍了。最后时间快到的时候，然后从头到尾都没讲话，真的太奇怪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最后时间快要到的时候，我原本跟央央走，然后央央就说：“哎，允月，允月过来了。”我就说：“啊，允月过来，他没跟你讲，这一定有问题啊，你远离他。”然后就啪啪啪，就被打了一个巴掌。他还背对着我举盾，就哇，那我还不砍你？你知道我在那个剩十八分的时候，我已经是按着 tab 在看谁要准线。我真超级有用，不要他就一直怀疑我，莫名其妙的。我在讲巧克力很贵。然后我很相信杨洋，原因是因为他只剩下两颗星。哦，他再怎么样不能打多少血啊？你是被看着，我也不害怕。然后我跟哈基都是独自一人躲起来。我一开始就跑超远了，好不好？一开始就超世界远。我也直接跑走。哎，你们刚下去有遇到一堆怪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刚下去，全部都被怪追，超可怕。我们因为我们一下去在水里，零分钟的时候吗？一开始对对啊，有一点。其实我们的岸上有，但是因为我们在水里，所以我们在爬墙壁。
我们刚下去都是蜘蛛，后面精彩的我们全部都是，然后我们还跑到上一场一模一样的地方，对，我们刚被灭掉的那个洞窟里面。我们这边是在废矿，然后还找到鼻子，我说不行，你不能过来哦，因为你们在这一区，我们在这一区，隔岸观火，井水不犯井水。哎、欸，我那时候一直以为是允月跟巧克力，然后准备看泱泱不见了。泱泱是不见了，他真的不见了啦。你们在乱怀疑，太恐怖。儿子啊，感觉背叛者还不错，以后欢乐赛也可以玩。不要，这次赛不会吗？这次赛会有吗？太可怕了吧！不会啊，这次比较好，近几届还不会啦，先体验 1.1 次吧。先正常玩啊，背叛者再多几队嘛。背叛者全随机，有可能你那一队整个就没了，这样很恐怖哎、欸。没有，一队整个都没，就等于是。直接换队，换新的队伍，红队变成黑队而已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而且背叛者，如果你看我们24个人，这样背叛者要几个人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很难很难。他们如果三个人过去，那他们离开的那个队伍又很 QQ。对啊，12个、嗯，觉得这个欢乐场玩就好了，欢乐场比较是、嗯，对啊，反正还可以玩的东西很多。对啊，对，作者有没有听到？平衡做一下哈，作者应该听到了，作者应该听到了，作者听到了，不然做一个正经的，这样欢乐场两队算是有平衡啊，可以的、啊这个、你们像我们一样尔虞我诈一点就不怕了，没有啊，我最后还在演呢，团团杀人，我还说哦恐怖，我要跑，翻新，翻新，我就马上烧他，打我。然后那时候允月已经完全没有在说哦是团团了，我原来是小允跟团团。太痛了、哦，所以背叛者你们也会知道彼此对，十分钟就会说你的队友是谁了，十分钟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以后感觉所以你看某一队谁跟谁特别好也很奇怪。没有，我跟团团分超远的。我们对吧？我们这边玩的都是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真的，我找得很辛苦哎、欸，我是到处挖，到处挖在找人。我是边走边补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往回补。舍不得没有放开过，连自己的队友都不放过。而且那时候我确实离陨月算蛮近的，本来啦一开始。还好，还好是还好。没有，要想说还好是泱泱死，因为只剩一点点血。哦，作者说现在已经是平均选的嘞，只是因为我们刚好三个，所以是二、哦。是哦，那可以呀、啊。哦，就可以啊。哎呦，因为开场以为那个、啊、不平均。嗯 之前是不平均啊，超好笑的。不平均，超好笑。整队不见，整队被挖空。对啊。刚在想啊，剩下三个间谍。那几只剩一个，好可怜的、哦。对啊，然后又一闪而过，看到他的 ID， 然后说：“杨杨吉是在那。”哦，是，走。没什么好怕的，都没有人了。而且是你才来跑来找我的吧？我那时候看到、啊嗯、回头好近哦，有一个人在那边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说没什么好怕的时候，他说他没什么超远，无所谓了，然后跑回头，背对着你跑超远的、欸。没什么好怕的、啊，就跑而已啊。对啊。而且你知道我看到那节奏死而已啊！我看到那节奏，我看到 ID 是 TNT Apple 嘛，然后我看到那集，嗯，那怎么是繁星？对，纳闷了一下，然后被他打，困惑，带头颅。而且他自己，你一开始是拿水桶，然后你是以为他拿岩浆吗？还是啊，没有，是我要倒他，我一直倒我自己脚底，还有没烧到自己、啊。我想说你一开始是倒水桶。那你看，那哈基开始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是队友还是敌人？”我说：“敌人，敌人，一定敌人，我还没打好，你打他。不对啊，那吉也不长这样子，是繁星。你谁？我还纳闷了一下。你看那时候也是，我说你看一下，那吉是在前面。他说没有啊，这是繁星啊。我说繁星是幽灵，不是。说超好笑。看名字，看名字。哦，算是看我的头颅倒啊。对，那太丑了啊！打完会有掉头颅是吧？都是头，那头太过分了。嗯，你还直接把杰克的头放在地上。杰克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头好保护哦。”我就哦，好 Q 出来烧掉。那你 Q 出来、欸啊？你没看到？我没看到，我只看到你烫了一下岩浆这样子。啊对啊 ，Q 出来，然后烫一下岩浆，就是你的头啊。只聊会掉头，好玩的呀、啊。
啊，起吧，来休息休息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喽，拜拜，大家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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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关台啦，拜拜。哎呦，每次结尾都觉得好害羞。好啦，今天就开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很可惜没有杀到。我想说至少我也残血一下嘛，但没有办法。对，我尽力了。好啦，拜拜咯。有播过广告了吧？